马的路虎奇迹，路虎奇迹出现啦！我有辅助脚吗？只有吉林一个老人。我们现在是分奴模式，我们要跟队友友善沟通。纯货是我。虎牙23280266 ，Welcome，OK，、okay、哇，还是个直播主哎，妈，开个直播连打野都不会，干他又选一个他妈的 AP 的，这样我又要选 AD 的 ，AD 就没几只了。你够资格吗？也许不。葛大炮没、欸，为什么中国每一场都把葛大炮ban掉啊？葛大炮是跟他们有仇是不是啊？哎，每一场都ban葛大炮哎、欸。我队友居然会拿奎恩打鳄鱼哎、欸，是不是一个高手啊？你配不上这个玛丽。低能瞎子哎、欸，操！我的妈，这下刷的爽。这瞎子这样子，他还要绕到他的下半部去弄。然后再浓到上半部，感觉他前面至少要输我一等啊！他现在应该才打到蓝而已吧？傻小，他怎么躲在这个地方啊？好有想法哦！怎么啦，垃圾？干嘛老冲啊？不是啊，队友都要到了，你干嘛这时候在送啊？感受不了哎、欸，这李欣他妈的开场那么低能，现在也可以打回来、欸。完啦，这上路开始被虐啦！感觉上路感觉不帮他，快打不下去。靠！为什么那个？为什么那三 S 被踢死？嘿，这场难打了。我现在要转往下路，转往支援下路。你知道自己想要与你沟通，才找到了我。不，他是在那智慧丹，好东西哎、欸！哇。那个诡异角度垃圾不简单哎、欸！你太快，你太快了！你中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用来帮忙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我把李靖刮死了。好，现在可以变身了，可以变身以后。超强屋主播7777777。可以变身以后，我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主播是这个意思吗？好的，小弟在这边就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祝各位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。不要说是，不要说你是我粉丝，你是我粉丝，从这个开始，中华上头。
靠北，我怎么不来啊？这是干嘛呢？这下路干你娘嘞！刚才那招不行，反正也不跟什么意思。妈的，不跟还想叫人家帮你？下路最完全打不起来，那索阿卡超没用的、欸。他们也不卖肉，也不帮，然后一直叫人家去帮，怎么帮啊？你问一下那个虎牙主播，他们打这样子要怎么帮，好不好？那下路真的是爆干烂。靠飞，直接被炸出来！干，我那大绝没有盾到，直接被敲出来。操你妈的，你现在有什么伤害呀、啊、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打啦，两边差不多。有什么用啊，大哥？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拿起来！哎、欸，哦，可以哦，一起被串烧，两个人连在一起，一起被串烧。Enemy double kill.老鸡掰的，这里面要不巴龙视野啊？妈的，那龙去一片黑，这要怎么打、啊？撑满吧，现在需要非常非常积极的丢技能，W 丢得好的话应该还有机会，如果晕到够多松牌的话应该还有机会。
来吃卡莎丁。哎，这种场真不知道怎么打，真不知道，只能想办法帮他们撑他们输出啊！你看，这种选的角色又软，然后玩的又烂，不，你不会玩就玩个坦嘛？对，我的妈的玩的凯莎，妈的跟玩的跟乐色一样。两个 W 都保住刷卡了，好啊！啊？你们要吃八龙？还有你们要让四龙吃？马的路福奇迹。路福奇迹出现啦！白痴是不是在卡丁？他想踩我哎、欸，有病、欸！我妈最硬对。宠物家园不早点丢啊！我的那个救赎不早点丢啊！他是他砍树啊！算了，至少赢了，哎，累呀、啊！干嘛、啊？哎，走 A 一下好不好啊，大哥？你是不玩 AD 的、啊？到底干嘛、啊？这个人，这张老妈在打是不是、啊？站在前面让人震动。哦，快受不了了！这样都没办法狙，是杀小啊！哦、完啦！这什么垃圾树？到底是杀小啊？那肯定啊！到底是什么鬼呀、啊？这 AD 到底是什么鬼呀、啊？为什么这群人就要在有龙魂的时候耍白痴？这什么到底什么 AD 哦？这样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啊，两招五十个，这个没事。他小啊，他小啊，这些人。完全不知道怎么打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打，没有任何想法。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就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很多都帮他点赞，那你们那些都帮他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